往后卖着唔对物件，我阿在只，把大家第十二万块来欠伊，歹势，谢谢。其实这个黑曜石也是人工的玻璃，这个就是不对的。伊应该是要黄褐色。我会自动甲你私讯，打电话亲自甲恁回信的，以一赔三，做人迷我，水钱望人迷我，你好。做这款代志，往后去哦，大陆的厂商骗去，咱是去工厂好的产品甲买倒转，这合作假。一开始前十包落去检验拢是真的，买啊，转来是假货。往后足简单呢，卖着唔对物件。往后在只，甲大家滴十二万块来欠伊，歹势，谢谢。拍摄，再拍摄。其实这个黑曜石不是正琉璃，不是琉璃天然的玻璃，它是人工的玻璃。小路，安尼变青色的有看无？只有做玻璃做的呢。这个就是不对的，这色是不对的。伊应该是要黄褐色，一包一百块，三千几块在我这，这完全销毁，还佫有。有甲买到的，我会自动甲你私讯，打电话亲自甲恁回信的，以一赔三，做人迷我，水钱望人迷我，你好，做这款代志，往后唔是要甲恁骗，往后去哦，大陆的厂商骗去，咱是去工厂好的产品甲买倒转，这合作假。一开始前十包落去检验拢是真的，买啊，转来是假货。有可能我买物件有比人比较贵一丝，但是我袂使甲恁卖唔对的物件。台湾心，台湾情，台湾王信用，往后重大的损失，无欠。恁有收到的产品，免寄转来给我，无采人的运费。啊，恁若要留咧，就留咧。咱讲实在，看水嘛好，伊嘛无伤害，伊只是玻璃尔，是人工的玻璃，唔是天然的玻璃琉璃。